王文林，你是安怎？刚刚迄个嘉良寻救我，小鬼毋是寻救你，你搁伫会伤心？小姐，你无代志吼？啊，无代志。我的心怎麼跳到這麼快啦？剛剛是有什麼毛病啊？你好，兩位裡面請。小姐一個人嗎？今天是我們的雙雙對對之夜，兩人同行一人免費，無論伴侶是男是女都可以哦。点双人共饮也有折扣。啊！小姐，拍摄，我不可能。走路看路啊你！是你啊？你想啊？啊！就今天去，咱有见过面啊！啊！就下晡的时阵。你才真正摔倒啊！那才拄好啊，一天内底会当拄着两摆。无聊。我先生，我请你啉酒啦。无需要，我有钱。哦，是安尼啦，我是想要入去啉酒啦。虽然是约无朋友啊，拄则我看今是双人之夜嘛，两个人同时一人免费啊，那呢哦？你就是免费啊，生活还好。Man， 我不一定在家里吗？哦。你现在都要对着我后边啊？哦，是的啦，拄则我看一碗内底拢是咱双双对对，其实我看了我嘛感觉足眼球的啊，我就想讲对你后边去看卖，是不是有别间的酒吧？我唔知影。啊，我去。我来查看下，即摆哦，有只地图功能哦，真正安尼点着就知影哦。即附近到底有啥物夜店，还有酒吧？来来，你看，这间是上近的啊。不过这间可能是海头店嘞。我才不要去看所在嘞。啊，不要紧。啊，这间呢，你刚刚查看？无格调，我来啦。啊 ，OK， 我查看下。哎，好啊好啊，免查啦。都会离开了，我请你。欢迎光临。两位，里面请。你好，请要点什么？来，你什么点不下？给你薄酒来红酒，可是给上贵好吗？好。你不点乖乖了，那咱两个做伙啉好吧 ？Man， 我们又不熟，过两天不过冷。啊，来，我买这一杯。没问题，不谢。你有气喘啊？我无，那你现在做商品要多少？你放心吧，我不是变态。我不讲你是啊。要不你用这纸巾架？可能咱两人中，想要将咱两人隔开，就表示讲你对我有防备啊。
我只是感觉看这张较方便咱两人摕。丹姐，先生，我不甲注意小姐同款的情况。这应该是交代咱两个，我你吃，我来吃。你无管是啉威士忌哦，无啉过才够啊！你当加一寡水，还是加冰块，安尼较顺较好啉。相信你，这拎起来感觉哦，跟拄只哦完全无同款，就顺口呀。你看起来无餐就是常常饮酒的人，想做今日也来吃。是因为今日哦，我的工作不是讲就顺利，所以我的心情淡薄稳准。啊！临时搁找无人，想起我这尼啊拄好会当拄着你，是讲讲起来，我的运气嘛算是袂歹。所以，还拢是来家里接待游戏。哇，真正好啉嘞！八天的，过我一杯。多久洗菜了？无啊，踮过的工课哦，就是观察啦。所以我忍袂住，直接我职业病拢搁夹起来。你做啥物工课啊？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多多指教。那，就是迄种坐伫遐听别人讲心内事，结果咧讲几句废话，就当赚着钱的工课。其实我的工作哦，也无你讲起来这么轻松啊。我会根据顾客需要来帮助顾客，去了解伊心内底真正想法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一种引路者角色。我袂给伊任何的建议。人若是毋知影家己未来要哪行，别人讲啥物，你会听入去。其实每一个人。拢有伊家己特别个性啊，要毋过只要是人，都会有人正常情绪，也够反应。阿公，你看，迄查某囡仔，伊对伊家己哦足怀疑的。虽然讲哦，伊生了真水，伊男朋友看起来嘛，甲伊感情袂歹，要毋过伊也是对家己足无自信。我看伊真有自信模样啊。你看伊即卖姿势哦，伊个双手是抱伫胸坎的，伊个脚是勾向伊遐来，表示讲足紧张、足怀疑的。你看，这边个男朋友已经对伊根本失去耐心啊，所以伊完全无面对伊，伊个脚也是向挂的，表示讲伊足想要赶紧离开遮的。但是迄对嘞？伊拢坐伫遐，无伫讲话，耍手机啊！伊个感情一定无好。这一对应该做翁仔某有几多年啊？不过我相信，伊个感情
已经是拜拜。你现在怎看？真讲啦，因即马拢是坐伫家己的位置，遐耍手机啊。不过你看，因拢是面对面、脚对脚。若是讲一个人将家己的弱点，也就是讲偏抗，那个巴肚是面对一个人的时阵，就表示讲对迄个人是完全的信任的。所以我相信这一对，一定是和对方保留家己的空间，而且将来永远做伴的老太婆。我无你观察的，真实的。高广博，我是动作，你就知道我在想啥。肢体对我来讲，就是一种语言啊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那呢，我为什么看到故事？拄只你一行过来啊，就直接走向这吧台，就表示讲，你对你家己是足有自信的，嘛足愿意表现你家己的优点的。所以讲别人。是绝对无法度去改变你心内底想法的，只会当尽量去了解你。要讲，只要愿意了解你，那呢，你嘛一定会尽你的全力去帮助伊。这就是一种领导者的特质。我相信这个动作应该不需要解读啊。这表示讲，我心里是一个袂歹的心理咨商师。多谢。不来早，买单。啊，没了，我请你了。算是我要感谢你，教我学晓威士忌的味道。拄到伊，我的心又跳到这么紧啊！所以今天拍照为证啊！无你顶唔知影家己啉酒醉了喂，你安尼啊好笑！哎，好啊，卖搁跳，卖卖！子婷，小外将开车上来海鲜摊候啊！花阔。你是用看子婷拄个借口，伊来是伫看伊。恁一个是，恁的心拢无为挂出过哈去啊！你著甲涂山迄个笨蛇做伙交结，做出这款失定的代志。你哪里这么恐怖，这么涂山啊？叶王一龙，伊根本就是一只青龙跑的猎马。我不准你阁侮辱伊，伊是我的哥哥。伊不是你哥哥，啊，我自首。还是开去，我只好车了，搞这个老命，摕去赔给你的宝贝啊！啊，是你冤啥话？你到底什么代志啊？你不要惊，量甲大细声。金如姐，我甲对方要见面啊，地址一定给你啊，你赶紧来。啊，你人都要走啊，你搁甲金如讲那些是要创啥？奇怪，那人背影哪会看起来面熟面熟？你那是无相信，我今嘛就去甲咱的代志拢压好开。看伊要原谅你无？你敢？为着要留伫咧身躯边，我啥物拢敢做。刘谦呐，各位，这个叫啥？一龙。在海角，也是在天边，天涯总有相逢时。